嗨，大家好，我是影子。最近收到非常多网友的来信，希望我能够拍一个影片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克制风云苏林这只角色。光苏林他现在在竞技场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防守队队员，那搭配有很多种，要克制他的方法就会变得很多种。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风云苏林为什么他这么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的被动跟他的大招。他的被动是在受击的时候呢，单次受到的伤害量不会超过最大生命力的 51%， 就是差不多半条血。那这边虽然血是 51%， 可是当敌人的队伍中有搭配一些加盾的啦，或者是牺伤的角色啦，这时候我们就不是在两回合之内就可以把他杀死，这时候我们就要必须打他大概三下四下才会把他杀死。那一般光苏林还会穿吸血套，所以也就是说就算我们把他打了半条血好了，他一个超车然后放大招之后他血又吸满，这就是他麻烦的地方。而且如果光苏林血低于 70% 的时候呢，在我方行动结束的时候他还会隐身，然后把自己弱化效果全部解除掉，并且呢增加 30% 的速攻值，所以他会超车，一回合只会发生一次。虽然一回合只会发生一次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威胁，可是因为他会速攻值增加 30%， 所以通常他超车之后他就先动了，那先动完之后就下一回合了，所以下一回合他又会超车一次，就会变得很麻烦，然后一般都会搭配吸血套，所以就很难杀死。再来他的大招也是非常讨厌的一个招式，是攻击敌方全体各以最高 85% 的几率在两回合内造成无法强化跟一回合的沉默。无法强化跟沉默都是非常讨厌的负面状态。然后这个大招的冷却时间又是三回合，强化到加三的时候变成三回合，我觉得这个有点太 OP 了。官方应该把这个冷却时间改成本来是五回合，然后呢强化到加三的时候变成四回合，这样比较合理一点。因为这只角色又会超车，本身速度也蛮快的，所以他这个三回合可以放一次大招，通常都是在我方角色大概只动了两回合之后他就放一次大招了。所以他这个状态无法强化是会一直给我方上这个无法强化跟沉默的状态，非常的麻烦。那光苏林现在在竞技场普遍有三种搭配，一种光苏林是搭配其他三只坦，就是加牺伤加捕食之类的三只坦，但这种队现在比较少见了。这种队是以前上一个版本塞瑞斯还没有被改强时候的队伍。那塞瑞斯被改强之后呢，现在光苏林一般都是搭配塞瑞斯或者是搭配瑟琳，就两种，一种是速度队，一种是反击队。那两种我都觉得比以前的坦队还麻烦。以前的坦队呢，现在因为出了暗塞克兰特嘛，所以克制坦队是非常的简单，所以大部分的防守队现在都换成速度队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光苏林在我一个界面哦，一页这边就有四个队伍都有光苏林，大家就知道光苏林在出场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那我这边刚好都打完了，所以只剩这个没有光苏林的队伍，那我把这个打完，然后接下来下一页我再示范给大家看咯。好，这边看到呢有一个光苏林搭配瑟琳的队伍，那因为有瑟琳的原因呢，我无法用暗拉兹，那这时候呢我就会用我的塞瑞斯直接给对方上状态，然后加上呢同化泰尼布里亚，然后再加上两只打全体的。像这种遇到瑟琳的情况就带一些不要有非攻击技能的角色为好，然后尽量带一些有全体攻击的角色，像这边就是木刺加暗刺，这两只都是普通攻击有很大的几率也会打到隐形的光苏林，然后大招就全部都打全体的嘛，所以这边我就用这队打给大家看。这边塞瑞斯一定先动，因为有木刺的阵型，木刺的阵型是加速度的。那这时候呢，你的医术角色通常都会比别人早动，而且这边大家看到，连我的二速角色，我的童话泰尼布利亚速度才250多，那因为加了木刺的阵型，所以变成260多，快270，就这边居然还比他的巴萨尔早动，就很棒。这边我的童话泰尼布利亚直接放大招，给敌方上一些状态，这边催眠是更好，刚好他都不能动。接下来就是我的全体攻击角色一直去攻击他啦。苏林这边放大招也没关系，因为我还有暗刺的附魔。那苏林一般攻击也不会太高，所以我这边木刺绝对是不会死的。那我这边就先杀敌方的打手，随便杀一只都可以。那木刺的好处是只要杀到人的话呢，还会追加一波攻击，所以这时候呢连光苏林都会受到伤害。那这边只剩两个敌人的时候呢，我等一下暗刺的普攻是一定可以打到光苏林的，所以非常的好。
我这边呢，塞瑞斯其实可以用普通攻击，或者是用第二招都行啊。但是因为敌人反正这只也快死了，那我就用普通攻击。普通攻击不管是夹攻到暗刺或者是木刺，这时候都可以有效的把光速灵杀死。被他闪避，这个例外，被他闪避掉了，所以就必须要拖久一点。所以这个队伍打得又快，那遇到光书灵加上瑟琳的队伍，通常都是用这一队去打。那如果大家没有暗刺的话呢，其实可以把刚刚暗刺的那个位置换成凯龙，但木刺这个位置尽量不要换掉，因为木刺有速度的阵型非常的重要，而且木刺只要一杀到人就会追加攻击，所以有很大的机遇可以把光书灵的隐形打出来。也就是说木刺算是一只还算蛮克制光书灵的角色。好，这边就有一个队伍是光书灵搭配塞瑞斯的，这个队伍也是非常的常见。然后他另外这边搭配了暗塞基加罗安娜，那因为有塞瑞斯的原因，所以我通常都会用艾雷娜的队伍去打。我艾雷娜是撑速度跟抗性的，所以血量才14000，但是我的速度是200出头，然后抗性是220多229，所以快230了。所以通常塞瑞斯如果是撑医术的塞瑞斯是不可能把命中撑高的，所以塞瑞斯通常都上不到我艾雷娜的状态。然后呢，这边我还会搭配一只瑞尔，就以防万一，如果我的打手突然死掉，所以我才搭配瑞尔。那我打这个队伍呢，因为有罗安娜的原因，所以我不想放木刺上场，木刺的追加攻击会帮敌方全体补血，因为有罗安娜，所以我这边打手就放了兰蒂。兰蒂呢，因为他的大招可以常常的释放，只要怒气值满就可以放大招，所以虽然说兰蒂他只有一招是全体招，普通攻击是打单人的，可是兰蒂呢，其实也蛮克制光书灵的，主要是因为他大招可以常常的使用。那我这边放了一只暗补，是因为为了克制敌方复活，所以暗补可以有效的克制这一点。Sorry, but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osing. Light of salvation.这边可以看到我的艾雷娜超车，然后直接放大招，所以这时候敌人的任何角色放出攻击的时候，我都一定会把伤害挡掉。不过他这一只光书灵速度意外的还蛮慢的，一般光书灵速度都很快，他光书灵居然速度比我的瑞尔还慢，这一点我还蛮意外。我这边瑞尔先不放招，等一下等光速灵放完大招上完状态的时候，我再用光瑞尔把这个蓝地的状态消掉。这边先啊，我打错人了，应该打上面这个。这边应该会被沉默，欸，没有被沉默。一般蓝地都会被他沉默的，可能运气好。这边被盾挡掉没关系，因为蓝帝的大招其实很常可以用，所以无所谓。我主要目标要先把这只塞瑞斯杀死，因为他血少，血少速度快的敌人先把他杀死。然后光书灵我通常都会留到最后杀，我就不理他，先把其他角色全部杀完，最后再杀光书灵。不然你打他又被他超车，反而会帮他加速，然后他又会吸血。所以打光速灵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你看这边又有大招，啊，我应该用大招。我刚应该用大招的，像这样他就会复活了。先帮他补血。我刚刚有大招，我居然没用，真浪费。For Felicia, requesting approval and granted. Removing restrictions.大家看到我蓝帝的大招打下去伤害减不到一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暗塞西身上有装那个吸伤的神器，所以呢我本来可以打他半条血，那因为被分伤掉了，所以我变成只能打他大概三分之一的血量，这个就是
望舒凌他强的地方呢？只要搭配任何一只会吸伤的角色，就变成我方要打光速灵，大概打个四五下，他才会死掉，非常的麻烦。像这边看起来好像可以打光速灵，就很快可以把光速灵杀死，对不对？但是我这边绝对不会打光速灵的，一定就是把他留到最后再打。除非你有全体招式刚好可以打到他，因为我一打他他就会开始隐形，然后直接超车放个大招吸血，他又满血了，所以不要打他就对了，不要被他引诱，我们要忍住。现在我们大家来唱忍者之歌，忍耐忍耐，追求幸福你要学习忍耐。打光速灵就是要忍住，一定要最后再打他，除非你很多全体的招式可以把他隐形打出来的招式。你们他这边大招会吸满血，你看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刚刚打他的话，就是帮他超车，帮他吸血而已。Fortune will favor us. I swear. 我这边大招不用省，直接加蓝地。A miracle. Over here. We're gonna rest. Why not surrender? 好，这个就是第二种光速营队伍的破解方法。那还有一种就是光速灵搭坦队的，我这边是没有看到，而且现在很少见，所以我不太确定我找不找得到。那光速灵搭配其他三只坦，就是没有搭配塞瑞斯的话呢，我一般都是会用木飞剑加歌姬这种队伍去攻击，因为除了光速灵以外，其他三只坦的速度都不够快，他们就是一直补血然后上盾之类的，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只要木飞剑加歌姬身上都有免疫套的话呢，你这两只角色都有穿免疫套，光速灵先轰大招下来是会被挡掉的，因为光速灵大招是不会解我方状态，所以被挡掉之后呢，我方其他打手被上了状态之后，那你就可以直接歌姬变身，然后把状态全部消掉。那打手最好有一只是暗罗飞，因为光速灵会一直挑我方的暗系角色打，那暗罗飞非常克制光速灵，因为暗罗飞本身血很厚，被光速灵打就不痛不痒，光速灵本身伤害也没有多高，然后被打还会直接补血，有时候还会反击，如果你穿反击套的话，所以暗罗飞克制光速灵还不错。其实很多暗系角色打光速灵都还不错，像暗刺啦、暗菲奥雷托啦，你只要运气不要太衰，被光速灵打中的话，不然暗菲奥雷托其实打光速灵也不错。那我这边刷新两次，我看一下找不找得到有光速灵搭配坦队的，好了，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有哎、欸，真的有哎、欸，刷两次就看到。好，这种就是第三种配法。那这种队伍已经现在真的已经很少见了啦。那像我刚刚讲的，我可以用这一队去打，是打得比较慢，但是很稳。那我也可以用这种暗拉兹搭配暗赛科的队伍，但是暗赛科因为不是很多人有，所以这一队大家比较没有办法模仿。不过我这边排给大家看，那木刺是一定要站的，因为木刺会加其他队员阵型，而且木刺很容易就可以把这只杀掉。然后我最后一只通常会搭配，例如像暗刺啊，或者是像暗兔这一种，就是你可以超车先攻击敌人，暗兔放在这一队也是非常的棒。不过我不用这一队去打了，因为一下就杀完，而且很少人会有暗刺艾克兰特这些角色，所以我这边先不用这一队去打，我用比较平民的队伍去打给大家看。那暗罗飞是旧角色，我觉得应该比较多人会有，我另外再加一只蓝帝。我用这边打给大家看，这边就是打的比较慢，但是其实还蛮稳的。那我们要先杀，就是先杀这个瑞儿。我们这边直接让歌姬可以变身，然后大招就破防瑞儿。所以你的木飞剑命中要够高，木飞剑我的命中是170多啦，所以一般是上不了状态。我们这边有上到状态。然后这边就歌姬变身，那蛮令我意外的，他的苏灵速度没有我的塔玛灵儿还快。今天打到好像速度都蛮慢的苏灵。
一般苏宁会先放大招，然后我的歌姬再变身，然后就把状态全部消掉，敌方能复活的角色先杀掉就好了。我这边普通就 OK， 先把瑞儿杀掉，其他慢慢杀没关系。好，一样光苏灵留到最后再打，千万不要急着去打光苏灵，不要被他诱惑，我们要忍住。我们这边先打宝马哥好了，因为宝马哥其实累积到后期他的撞也很痛，刚开始不痛，但越撞越痛，所以先把宝马哥杀掉。I'll do my best. Together. Leave it to me. Requesting approval.蓝地被改强之后真的蛮厉害的，只是常常可以用蓝地进攻，蛮强的。I will shine, shine free. Step back. 但是光顺这边用隐身了，我都打不到他。所以就是先把其他角色全部杀掉就可以了。光速印真的是留到最后再打就 OK。大家可以看到，光速印就算有攻击大幅增加，他打我的暗罗飞也才5000滴的血，所以他的攻击力真的是不高，只是他很烦，就你想先杀他又杀不死。然后他的大招又上一大堆那种负面状态，就超烦，而且冷却时间才3回合，他又会一直超车。那其实还有很多克制光苏灵的方法，像有一些角色我没有，或者是没有练的，例如这一只最强模特露露卡，是因为他的普通攻击可以直接吃魂变成打2下，而且他又无视伤害分配效果，所以光苏灵在没有盾的情况下，你只要一吃魂，直接轰他2下补攻，他就死掉了。所以最强模特露露卡克光速灵是非常不错的，可以在光速灵满血的时候直接把它一击必杀。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扩散伤害的效果，也可以直接把光速灵杀死。例如水赛兹，水赛兹现在很少人用，因为它的装备要很好才会强。水赛兹的大招呢，只要杀到人之后呢，它会有一个追加的扩散伤害，那是依照他自己的攻击力来看的。所以当你的赛兹穿完装备，攻击力大概到4500以上的话呢，通常扩散伤害都是可以把光速灵杀死，那前提是你要用这招大招先杀到其他的人了。所以这个大招对光苏灵也是很有效。再来还有光夏绿地，光夏绿地自从这次改强之后呢，也是会有扩散伤害，只要你的大招打在暗属性敌人身上呢，就会对其他的敌人追加扩散伤害。那扩散伤害的好处是无视光苏灵的被动，就是光苏灵被动它是本来只会减 51% 的血量，但是扩散伤害是无视这一条，所以你扩散伤害如果是打10000滴好了，那光苏灵血可能只有9000多，那直接就是一击必杀。所以大家要记得，扩散伤害是无视光速灵的被动，它无视隐形，因为隐形本来也是受到全力攻击的时候伤害会减半，不过隐形是无法让扩散伤害的伤害减半，所以是无视这些效果的。那之后还会出这个魔神的暗影嘛？魔神暗影呢，它的普通攻击会有封印效果，封印效果一样可以克制光苏灵，所以你现在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去克制到光苏灵的话呢，不妨抽一支魔神的暗影。他如果对敌方的光速灵上到封印状态的时候呢，光速灵的被动就无效，所以那时候你随随便便都可以把光速灵直接杀死，而且光速灵还不会超车，不会隐形，就非常的方便。好啦，以上就是我自己个人在竞技场遇到光速灵的打法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对光速灵很有效的方法啊，我忘记提到水扇了。水扇其实打光速灵也非常的不错，但是就是不要挑有光速灵搭配罗安娜的队伍，因为水扇的反击会一直帮敌人补血。所以如果是光速灵然后搭配一些其他的打手或捕食，就不要罗安娜，也不要光宝马，这样子的话呢，你其实就可以放一只水扇，也可以很有效的克制敌方，水扇也不错。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克制光速灵的方法，我自己是没有尝试过。不过这个影片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我遇到光速灵3种队伍，我怎么用不同的角色去克制。好，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各位的收看啦、啊！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一个赞，分享、订阅，把小铃铛打开，我们下次再见喽，各位再见，拜拜。